为什么你在家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总是感觉味道一般？你知道星级酒店卖几十块一盘的西红柿炒鸡蛋为什么那么好吃吗？学会今天这个做法，你就会知道以前的做法是多么的难吃。首先把西红柿都打上十字花刀，用开水烫一下，方便去皮。我们看一下，烫过之后西红柿皮很容易就去掉了。然后把西红柿蒂去掉，切成小块，再准备三个大蒜，用内功把它拍碎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再准备五个不是我下的蛋，然后用清水把鸡蛋清洗干净，然后打入碗中，再加一点白醋去腥，加88粒食盐，搅拌均匀之后备孕。我老婆又想吃麻辣香锅了，今天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做麻辣香锅的做法。准备大虾丸子和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处理干净下锅煮熟。煮熟之后捞出，起锅烧油，下姜蒜和干辣椒炒香。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麻辣香锅调料，其实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。炒香后加入刚煮熟的食材，放入黄瓜洋葱，翻炒均匀，再撒点白芝麻和香菜，美味即成。麻辣香锅这样做，麻辣鲜香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做法也非常简单。好了，起锅烧油，锅里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，把鸡蛋炒至定型，切记不要炒的时间太长，炒的时间太长鸡蛋就不嫩了，口感就不好了。炒好之后出锅备孕，再起锅烧油把大蒜炒香，炒香之后下入西红柿，炒出西红柿的汁水，加食盐、鸡精和白糖，稍微翻炒几下倒入鸡蛋，再继续翻炒片刻即可出锅装盘，装盘后再撒上一点葱花，美味即成。一盘非常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就做好了，尤其是浇到米饭上面吃，真的是太下饭了。我家每次这样做，上桌连汤汁都不剩，再搭配上这美味的麻辣香锅，真的是太解馋了。好了，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。